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ex 啊。咁我今日咧好开心就可以揾到上年2015年 Mr. Olympia 90公斤级别以下亚军阿彪。咁喺 physique 嘅项目里面咧，其实上身身体嘅肌肉嘅平均性咧好重要嘅。咁我发觉上年嘅比赛，我自己嘅背部嘅肌肉咧仲有一个发展嘅空间，所以我今日就特登嚟揾阿彪请教一下。